妈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好，好。你看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糕点，喜欢吃吗？来，多吃一点。来，慢慢吃。经常买来给你吃。你给我出去！爸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已经警告你们很多次了，你们不可以踏进这个家门口。如果再有下一次啊，不要怪我不客气啊！法庭讲的是不可以进公司，不是家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这样做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我爸爸为公司奋斗这么多年，你知道这几年他怎么过的吗？为什么你们要联合起来这样对他？难道我回家探望自己的母亲都不行吗？你们的手段也太无情了吧！小子，别吵了。不要和狗一般见识，走！这样嘛，乖喽，去！哼！二弟，你终于来了！来，请坐。说来迟了吗？刚刚带你们二嫂去复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迟。哎，二弟父有没有好转呢？如果需要帮助，告诉大哥，大哥一定给你全力的帮助。阿爸生前有教导我们，兄弟要互相扶持，互相包容，对吗？你们说对吧？对。二哥，你看大哥对你多么的好，是不是三生修来的福啊？那很感谢大家的关心，不过我总觉得这一次的股东大会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这么破烂趴应该得到不少好处吧？如果真的对我好，就不会连我回家看一看自己的母亲都这么怕，还要申请什么法庭令来限制我进家门，可笑！老二哪里？老二哪里？好，言归正传，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医生有说阿玛生病需要多休息，最好是不要被打扰。等阿玛的病好了，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发小孩子脾气。老二，别小气。来，大家兄弟一场，我也不见外了。那我要开始讲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阿爸生前有交代，芙蓉站就是由我们四兄弟来一起打理。公司单单卖几粒臭蒜头，我们能赚多少钱，对吗？你们看老二，每天都这么辛苦，上话下话，现在他儿子还要来一起搬上搬下。可是我们还是收到了很多 complaint， 说我们出货不准时，办事不力。再这样下去，芙蓉站的脸要放哪里啊？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在座每一位都知道，这是货源的问题，不只是我们公司面对这样的问题。大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印度，想管也管不了。再说 complaint， 请问到底是谁在 complain？从出货到进货都是由我这边负责，顾客也是我亲自对接，我这边都没有收到任何的 complaint， 奇怪，竟然 complaint 到你那边去，是吗？
反正我这里有收到 complaint 就是了。不如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在 complaint， 明天我不能买个大礼篮亲自登门道歉。不用不用，这些小事我这个做大哥的还可以解决。哦对了，最重要你们这些小的要把我看紧一点。老师，你应该最了解我的处境。不管的事，你们的事你们去处理，好了之后通知我就好了。为了要把公司做大做好搞善事，为了大家不要像老二这么辛苦，我觉得我们芙蓉站一定要往金融方向扩展，这样子我们兄弟就可以赚大钱啦。来阿弟，这里有几份 KV 文件签一下。这里的地有包括丹江崩啊、古林、竹鲁还有很多地方，自己看一下。哦，原来你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个。大哥啊，这些项目美其名就是搞金融，讲不好听就是大耳窿，难道大家都忘了爸申请的交代吗？布隆站不能也不可以碰非法勾当。我们公司价值4亿，如果把它平分，我们几兄弟躺平几辈子也不用愁啊。上一次我被骗是因为我笨，这一次如果我再上当，我就是白痴。二哥，你太没有前途了，谁会嫌钱多？只有那些不会赚钱的人，没有钱的人。我们现在只是拿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借钱，我们又没有逼他借。你在大耳窿上撒谎了吗？如果他们还不起钱，你会怎么做？杀人、放火，逼他们走上绝路，然后让他们永不翻身，是不是这样？狗仔，你来。哼，我狗仔佳佳也是英国法律系毕业的。在下，各位不是我的阿爸，就是我的叔叔们。更何况，我也是富隆站的一分子，难道我会害大家？二叔，你就把合同签了吧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不是更好吗？好啊。律师啊 ，OK， 等你考得起再来装啦。你们不相信，你们自己看，自己看你们有多笨。爷爷花重金供他去英国读法律，天天游手好闲不说，一事无成回来还要骗我们说你已经是律师。你们觉得你这样做对吗？小哲，我们走吧。如果你们走出这个门，就不要怪我不够兄弟情。供你去英国读书这么久，竟然跟我是假律师，真是丢脸！呸！原来是废物，人不做替人做狗，难怪你爸爸叫你狗嘞。这个老二，敬酒不喝，偏偏要喝罚酒。哼，既然你对我无情，就别怪我对你无义。老爸，要教训他。但是他是你的亲弟弟。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弟弟，所以才要教训他，不然不知道我不好惹。这么好赚，躺平就可以收钱的机会，他不要。我看啊，这世界只有老二这么笨而已。你看其他的，老三、老四，他们都可以跟我配合，就只有老二不跟我配合。狗仔，舍得他。这位二哥太麻烦了，下次我一定要罢免掉他。嗯。你是黄东汉是吗？是的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罪案执法人员，我们收到有公司投报说你未经允许乱用公司车辆，我们需要将你逮捕回去接受调查。乱用公司车辆？有没有搞错？那明明是我的车啊！你们有 warrant 吗？
我认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收到指示办事而已。想知道什么，请去见我们的上司吧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哇，没事没事，小哲，你先回去，记得带你妈去复诊。爸，老爸，你看，哼，哈哈哈哈哈，跟我们玩，办得好，财产你们是兄弟都有份，最重要是要同心协力一起打理好公司。怎么样，处理得还满意吧？满意，非常满意，你做事我放心。来，这是你赢得的。哎，我还有一点事情想让你帮忙。只要这个大卫包在我身上啊。等他出庭的时候，我要他走大门，我要我的二叔风风光光，到时候你有多少记者朋友通通叫来。跟我玩。